如果我在我如果在台北，我那个很近，对我来说去是两秒钟的事情，我一定会去啊，对吧、啊？有现场的活动一定要去啊，算了不打，对吧、啊？一定要去啊，一定要去啊，白嫖哎、欸，随便玩玩白嫖一下就好了，对吧、啊？一定要去啊，一定要去啊，也不是说什么帮他们宣传什么的，有活动，对不对？对啊，重新光是四转就够你挂，对啊，我是不会想重新玩啊，对吧、啊？我宁愿那个。继续在这边慢慢玩短工，要我重玩真的太可怕了。有没有？我就跟你说，谁要打，我就跟你说干嘛打，干嘛打九。我已经我已经两次了、欸。我跟你说，你难度九有每一次掉金吗？没有嘛，对不对？我难度六已经打到现在六两金了，你知道吗？而且我都随便打哦，谁跟你打满星？我就跟你说不用，不需要，不需要打十啊，我有三箱。你说一次十三箱金哦？对，就是要秀，哎，就是要秀，但是也要看金好不好。来，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金好不好？真香，我现在零金，我就跟你说打自己 OK 的就好了，赶快打一打。难度六啊，反正就是那个啦。我打的，我就只是打那个他的图案变的，他的图案变的那个，哎，这个啦，这个啦，哎，他图案变的这个，这个感觉图案就有差啦，哎，心理感觉啦，哎，然后后面我就只打这个，每个星，哎，靠北不一样啦，同学，你那个是。你那个是排行榜啊，那个没得比啦。我能够打上排行榜，还在跟你讨论这个问题。这个来看一下，这个是什么？弑神之剑，看一下，弑神之剑。ban 掉了，有哎、欸，可以，可以，合成，等一下啊，排行榜，哦，大家看一下，哇！魔爆伤附加，魔伤附加百分比。中体型物伤附加攻速，哎、欸，这个，怎么办？我这边有一个更垃圾的啦，来吧。对吧、啊？强化一下啦，现在都是这样嘛，反正都是赌垃圾。来来来来来，哎，加七哦，直接六等哦。看一下、哦，哎，没有，七等，六等，七等，好，来喽，我们直接冲七等哦。哎，如果这样直接开神格，蛮爽的。哎，福仔福仔福仔，你能不能来帮我点一下？虽然说今天没有要点，但是这个点下去，这一嗨下去，也是蛮嗨的哦。不用啊，不用啊，就是这个。对对对，开啦开啦，反正都是命啊，开上去也爽。哎、欸，跟你讲，这开上去超爽，这是精神梗。有很大的几率会有吗？一趴。啊啊！就一趴。那我只能按一次。对对对，就一次啊，反正就下去吧。好吧。哎、欸，跟你讲，那就算是垃圾，那神格一出，灵光一出也是蛮嗨的。不是超嗨的，没办法像小伙啊，小伙那太扯了。好吧，那我要来咯。交给你啊，负债。反正就一次嘛。就一次。一趴。那一趴。那小水小伙有、有还是一次？而且他是最好的，他真的是运气看过最夸张的男人，我看过华豪他玩过最恶心的男人。好吧。啊。好。好。小三哦。好。一还有确认哦。有，那你就先点吧。好。反正刚好而已，多超过一些些而已，没差。这样，那刷三。好，一二三。等一下，还没，还没。我们要咪牌一下这个模仿效果。这三个都垃圾，可是人家是精神格，没启动啊，算了，没关系。未启动。干，林老师。闪避。啊，智力。不需要的。哎、欸，大题。幸运，哇！干嘛？整颗垃圾，哇哇哇！这比我这个纸还烂呢、欸！哇哇，完全不好。中体型负伤体，对啊，我这个哦，啊，算了算了，放着放着放着。转法，这颗连法师都很烂吧？这颗连法师都不要吧？模仿不用啊。爆伤不用，
包商还可以，魔商副驾版本垃圾嘛，对不对？闪避没人要嘛，智力如果假设我是法系，就智力而已啊，智力跟大体而已啊，对吧？然后幸运一点点嘛，对吧？哦，给锤炼哦，给锤炼，爆伤附加哦，爆智哦，懂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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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啦，算了，没事没事，反正我今天没东西点，刚好那个还不错，我先来记录一下。原来现在连精神格我都可以点一个，原来我现在连精神格都可以出一支片了。